郭京飞、金超、齐溪，现身上海 Hugo Boss 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红毯。郭建华一身紫色西装帅气现身，笑称会带太太参观艺术展。杜鹃穿一袭粉衣，涂红唇，妖艳迷人。有网友调侃说，此次禁欲系女神代表杜鹃和禁欲系男神代表霍建华同场出席活动，画风真是太养眼了，不经意不刻意的甜生气质最是迷人。10月27号，霍建华现身上海机场，穿藏蓝夹克搭配牛仔裤，裸照遮面，低调十足。上一秒还与粉丝亲切热聊，下一秒就伸出手指指向镜头秀一指禅，霸气侧目。之前有报道称霍建华现身北京机场，见跟拍录制镜头一脸不悦，对此霍建华通过工作室官微幽默回应，下次可以换个别的词吗？比如霍建华禁止镜头。也有粉丝解释，霍建华当时只是在提醒大家注意安全，看着后面别挡到路人。